我们的老师不见了，老图不见了。爷，告被他的同伙给救走了，戏子没用，没受伤吧？没受伤就好。 追不上了，爷，细作对不起爷。您说我没事打什么盹儿吗？现在宝图不见了，解药也找不到了。我，细子，对不起爷。行了，从昨天晚上说到现在，你累不累啊？ 我又没怪你，不是我，我就是越想越纳闷啊！这高武的同伙究竟是谁呀？艾公子，以老朽之见，事不宜迟，要尽快找回高武和宝图。我和宋帮主商量好了，他先护送你回天津盐帮，我们几个分头去找。也好，你们在路上小心。其实宝图事小，人没事才是最重要的。皇上，你也要多加小心啊。 爹，你也要小心哦。你们快去吧，我跟艾公子在盐帮等你们。路上小心。报！阁主，他们来了。几个人？好像四个。 怎么一个人？这小的也不知道。算了，杀不了那个狗皇帝，那就抓这个姓叶的。追！ 宋姑娘，我还是没有打听到叶大侠的消息。不行，我去找他。哎，宋姑娘，
别去了，叶大侠他武功盖世，肯定会没事的。再说了，你这前脚出去了，也许他后脚就回来了。天这么黑，万一你出什么事的话，我们大家还得找你。但是天这么黑，万一遇到危险怎么办？叶大侠武功高强，而且经验丰富，就算有什么麻烦，也会自己应付的。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是宝图的下落，实在刻不容缓。宝图，宝图，就知道宝图，叶大侠还不如宝图重要吗？宋姑娘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想说的是，我。宋姑娘，高大哥他绝对不是这个意思，叶大侠他也是我们的朋友，当然很重要了。是啊，叶大侠也是我的朋友，他遇到事情我也担心啊。可是现在外面黑乎乎的，我们上哪儿找啊？王爷，刚刚接到的飞鸽传书。李尊明藏宝图已到手，高武。李尊明已经得手了，叫高武即刻带他来京城，务必确保藏宝图的安全。这。报阁主，李尊明已经投向了连亲王。叛会者，格杀勿论。是。水善利万物而不争，处众人之所恶，故几于道，居善地，心善渊，与善人，言善信，上善若水。水善利万物而不争，处众人之所恶，故几于道，居善地，心善渊，与善人，言善信，上善若水。水善利万物。这位小兄弟，咦，你中毒这么深，可不能乱动，快回床上躺着。是你救了我。嗯，我去山下捡柴，见你倒在地上中毒受伤，于是就把你救了回来。哦，那我身上的毒也是你帮我解的。嗯，难道就你一个人在这里生活？是啊。我爹娘都死了，只剩下我一个人。小兄弟，你怎么称呼啊？啊，我姓刘，叫刘无用。难为你了，小小年纪就一个人在这深山里度日。也不为难，我爹爹活着的时候是行医的，常常带我进山采药，因此这种日子我是过惯了的。你的伤势很重，要静养一些日子，有什么需要只管叫我就是了。那就有劳小兄弟了。哎，别客气，咱们江湖之人最重要的是讲义气嘛。高大哥，高大哥，怎么了？宋娘她不见了，就留下了这张字条。原来她昨日夜里就走了，说是去找叶大侠。这宋姑娘搞什么？一个女孩子家家的，半夜三更的在外面。也不怕，我知道爷为什么怪我了，怎么办？现在，现在没别的办法了，只好差人写一封信给宋帮主，然后我们继续找他们的下落，最后再去盐帮会合。哎，好，咱们快走吧。好，走。谁？卖药的。什么药？
去心病的祖传药，一统万年青。哦，李护法，别来无恙。 苏阁主，你也别来无恙啊！李护法，当日你出走，我以为你只不过是一时负气，但真没想到，你是叛会离邦。我想问问堂堂的李护法，你这样做却是为何？苏阁主，这该问你自己。自从你北上明月会将我架空， 我大权旁落，如今我已是形单影只。原来如此，所以你找了下家，这也不能怪我。如今你因我妹妹而记恨于我，断不会再给我容身之所。连亲王许了你什么好处，让你弃本帮帮众于不顾，落个卖友求荣的永远骂名，投靠鞑子做个奴才？ 他能助我重新夺回明月阁。帮中的弟兄们四处打探，还是没有叶大侠和甜甜的踪迹呀。这可怎么办呢？但帮中兄弟打听到一个消息。 明月会如今声出内乱，李尊明和苏千珏已经闹翻，而且似乎宝图之事与这个李尊明有莫大关系。这样正好，就让他们明月会狗咬狗。哎，李姑娘，我去找宋姑娘。 你看看你，当着人家李姑娘，你不该这么说。我说错什么了？明月会本来就是这样嘛，见着人就喔喔喔喔喔。看你学的蛮像的。哎呀，这样吧，我跟我们盐帮的兄弟一边跟踪李尊明，一边寻找叶大侠，你呢就留在盐帮，好好照看皇上。皇上已经有惠珠照顾了，我一起去。好吧，好吧。 各位请慢用，慢慢喝啊。咱们跟着李尊明，从城里跟到镇上，又从镇上跟到这儿，怎么说也不能让他跑了。嗯，阁主不知何时能到？不用急，咱们好歹先盯着李尊明，我也留下标记。 阁主他们必定随后就到，不用担心。嗯，来，伙计，算账。哎，嗯，哪位好汉，出来吧。原来是盐帮的宋姑娘。 知道本姑娘就好，叶大侠是不是被你们给害了？你胡说！那为什么他和别人争斗的地方都有你们明月会的标志？快告诉我他在哪儿，不然我让你们七窍流血！这丫头疯了吧？让我们亲眼流血！来啊，让我们试试。宋姑娘，没想到你如此心狠手辣，竟然下毒杀人！你胡说！我没有下毒，告诉我。
伤好些了吗？好多了，小兄弟的医术果然高明。这医术是家传的吗？嗯，是我祖父教的，他叫刘一手。哦，原来小兄弟是妙手神医刘一手的后人呢。失敬失敬。啊，对了，小兄弟，叶某还有一事相求，不知你能否答应？说吧。 叶某有一位生死之交的好友，不幸中了苗疆毒物，危在旦夕。我听说刘一手老前辈有独门秘方，不知可否？啊，我知道。真的？嗯，我现在就给你抄去。阁主，宋甜甜被点了穴道这么长时间了，您看要不要给她点吃的？ 你不说，我差点忘了，你去解了他的穴道，弄些吃的给他。是，阁主，阁主，不好了，宋甜甜被劫走了。叶大侠，哎呀！叶大侠，叶大侠，皇上。 这几日，甜甜和叶大侠仍没有消息，藏宝图也渺无踪迹。我想，咱们不能总这么坐等，得想个应对的计策呀。嗯，是啊。李尊明偷去的宝图毕竟不全，如果想找齐全了，也只有咱们知道线索呀。嗯，宋帮主的意思是说，只要把其他宝图找到，那李尊明手上的宝图就如同废纸一般。 就算他给了连亲王也无济于事，对吧？皇上英明，连亲王就算得到藏宝图，终究还差一半，要想凑齐，还要指望我们。到那时，我们就有机会了。宋帮主，那第四句诗是？那句诗是：莫栽青桑，劝栽松。老朽琢磨了很久，应该是说一棵松树。 长在悬崖绝壁上，绝壁上的松树。皇上，哎，有没有他们的消息啊？快说！一点消息都没有。哎，对了，你人找不到，去找棵树吧。绝壁上的松树。 对，皇上，人我真是没找到，但是绝壁上的松树，我倒真是见过。哦，在哪儿？李尊明，你还想夺回明月会啊？我看你还是归顺皇上吧，说不定他还能给你安排一个好差事呢。 少废话，走！喂，李尊明，你抓我有什么用啊？皇上绝不会答应你的。你交出藏宝图，说不定皇上还可能放过你呢。小丫头嘴巴还挺厉害的，走！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。<笑>
哎，皇上，宋帮主，皇上，您毒气未解，应该好好休息呀。哎，这两天我心神不宁，这次甜甜失踪，我觉得跟以往不一样，我很担心她。哎呀，是啊，老夫也正为此事发愁，也不知道叶兄弟和甜甜究竟身在何处呢？严帮的兄弟们有消息吗？没有，皇上，您不用担心，我已经派帮中各路的弟子出动，不止在盘山，还有天津及回京城的沿路查探了。我也让喜子在四处打听，相信很快就会回音的。但愿如此吧。宋帮主，宋帮主，宋帮主，高武已经押着宋姑娘闯入盐帮了。什么？皇上，皇上，我要去。皇上，您重伤在身，现在出去只会连累甜甜呐。那怎么办呢？老朽求你，没时间了，千万不要冲动。你要答应老朽留在这里，外面的事让我来处理。李姑娘，你留下来保护皇上，不管发生任何事情都不可以出来。是。皇上，我自会处置，不能出去啊。宋帮主，你要小心。宋帮主，小心啊。帮主，帮主，帮主，帮主。甜甜。爹。高武，你好大胆子，竟敢硬闯盐帮。现在谁不知道你们盐帮的人分散各地，在找宋甜甜和叶苍云。我好不容易等到叶大侠不在，难道我要等他回来再来找你不成？你想怎么样？好，快人快语，我只要两样东西，洗髓精和红利，交到我手上我就放了你女儿。皇上，昨日跟高侍卫已经去了盘山找另一幅藏宝图，洗髓精自然是在皇上身上。你认为我会相信吗？若不相信，请你随便搜，要不你可以取老夫的性命。爹。帮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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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爹，什么帮主？帮主，爹，呀，啊，啊，帮主，帮主，帮主，放开我，帮主，宋之庸，你疯了吧？你想干嘛？天天。爹对不起你，爹的一己之力肯定救不了你。但只要爹爹一死，皇上自然会派兵马救你，到时候这些人都得死。宋帮主，难道你连命也不想要了？如果死得有价值，不要也罢。说这些，你们这种人根本听不懂。爹，放开我！爹，天天，爹对不起你，爹救不了你。爹，是女儿不孝，女儿对不起你。是爹不好，爹没用，爹不会怪你。爹。爹！哎，皇上，你千万别冲动。你如果这个时候出去的话，不但救不了宋姑娘，你自己也会没命的。我虽然劝不了哥哥，但是我知道，如果他看不见东西的话，他现在暂时不会杀了宋姑娘和宋帮主的。皇上，高兄，我看今天就算了吧。看他现在这样子，除了死也没办法。他死了对于我们也没用，还不如留他给我们找东西。宋帮主想死没那么容易，我给你一天时间把我要的东西交给我，明天末世太阳落山之前
我拿不到东西，你女儿就活不过明晚。带走。是。天天，走，天天，走，天天，放开我，帮主，小姐，小姐，帮主，天天，天天，帮主，天，帮主，冷静来，小兄弟，你真的不肯跟我走？嗯，外面太乱了，还是在山里逍遥自在。也对，那日后叶某再来拜谢救命之恩。不用了，你武功高强，日后多做些行侠仗义之事，就算报答我刘家了。告辞。不送。宋帮主，皇上，啊，没事没事，来，来，坐，坐。宋帮主，宋姑娘还在他们手上，现在该怎么办呢？哎呀，皇上，你也不要太过心急，我这个女儿甜甜，她一定福大命大，总能逢凶化吉。但愿如此。宋帮主，这次为了我的事情，连累了严帮，宋帮主你也受了伤，我实在是愧疚。皇上言重了，我们严帮能为皇上效命，那是严帮的福气呀。宋帮主，其实都是因为我哥哥才连累了宋姑娘，还有严帮的众位英雄，我实在是寝食难安，请宋帮主降罪吧。李姑娘可别这么说，你和李尊明虽是兄妹，却是两样的人品，我们大家都知道你与他早已分道扬镳，别太自责呀。多谢宋帮主体谅。皇上，高武他是连亲王的人，你为什么不治他的罪呢？连亲王树大根深，哪能说动就动啊。那现在该如何是好？就让他们这样胡来吗？这当然不会。连亲王一直打着朝廷的名号，可是这造反的凭证却一直没找到。我们现在做什么事情都要讲究凭证。再说了，我们也有血脉之亲，不是说动就能动的。皇上所言极是，皇上仁德。参见王爷，参见王爷，参见王爷。怎么了？都跟那儿吵吵什么呢？王爷，江苏也恳请开仓放粮。你现在就给本王拟一道手谕，命京畿地区广开粮仓，从京城调派银两，走运河水路，前往两淮赈灾。哎，王爷英明。可是王爷，这么大规模的开仓放粮，还要请皇上用玉玺呀。是啊，下官差点忘了这个茬。不怕，玉玺的事儿本王自会安排。但太后那边，太后如果怪罪下来，那就请诸位大人给本王做个见证，本王此举不是为了一己私利，而是为了拯救老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。是是是，抓紧办吧。是，哎，看来有希望了。有时候我在想，为了宝图，我这么做究竟值不值？皇上，此言差矣。似乎说起来是为了宝图，可岂止是宝图这么简单？这宝藏的背后，就是朝廷的动荡，逆贼的野心，牵动的是天下百姓啊。这天下若落入阴毒小人手中，那简直是祸国殃民呐。皇上，宋帮主说的是啊。喜泽，哎，马上调动天津州府的兵马，
抓那高武。是。不行，皇上，您这样会惹怒高武的，会害死宋姑娘的。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那我们该怎么办呢？诸位，叶某回来晚了。叶大侠。李遵命，你别再作孽了。闭嘴，不然我一刀砍了你。我不过就是你的一颗棋子罢了，有本事你就杀了我呀。杀了我没关系，可是你为什么要牺牲你妹妹？你连家人都不懂得保护，怎么做大事啊？你别再说我妹妹，我们的事也没资格谈。我是没有资格说，不过天天看着她为你流泪，这是大丈夫所为吗？你根本不懂，有些时候做大事难免要做出牺牲。你要做你的反清复明春秋大梦跟我没关系，但是为什么要牺牲你妹妹？你不过是他们利用的一颗棋子罢了。既然沦落到做高武的手下，我都替你感到羞耻。你给我住口。我住口你心里也明白，我说的是事实。来，我问你，那狗皇帝对我妹妹是真心的吗？当然是真心的。高武，我女儿呢？她怎么样？帮主别急啊，你女儿现在很安全，她现在可是我的护身符。是否皇上一来，你就可以放过老朽和我女儿？我要的是红利，你和你女儿对我来说毫无用处。她什么时候回来？我已经派人发了密信给皇上，她何时赶来，能否来，老朽真是不知道。我想帮主没有忘了提醒她，如果带兵前来，就永远见不到她心爱的女人了吧？这个我就是不说，皇上也自然明白。准备吧。宋帮主。皇上。啊，洗髓经。甜甜的。爹。爹。经，皇上，我终于把你和洗髓经都拿下了。爹，你怎么这么糊涂，把他带来了？皇上，对不起。没事，不关你事。走，走吧。老兄，既然洗髓经和宝图你都已拿到手，我们就把狐狸放了。反正他身中奇毒，熬不了几日。我怎么做，要你教我。带走。等等，哥，你不能一错再错了。他们只是想利用你拿到宝图以后，就会把你一脚踢开的。从而，你不明白？我是不明白，哥。但是你一定要清醒一点，这里还有这么多的人。哥，什么都不要想了，跟我走。我们以后不要再想反清复明了，也不要再想宝藏了，好吗？高兄，给我个面子，今天就放过狐狸吧，不然你休想拿到宝图。Thank you.
皇上，你还是走吧。我想多陪陪你。我没事，不用了，我可以的。 聪儿，我很了解你此时此刻的感受，失去亲人的痛苦，我很明白。但我想让你记住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我都会在你身边，细心的照顾你。
皇上说的话，聪儿怎么会不记得？我每一字每一句我都记得心里。这一生为了爱你，有什么不可以？我不惜用尽全力随你而去。风的呼吸，雨的哭泣，留在记忆里。只有我和你，我和你。有时候想不通，为何只为你心痛。我走过那么多思念的春夏秋冬，有时雨有时晴，都甘愿被你捉弄。爱上你分分钟钟，有时候真不懂，怎么能让你我错过那么多，那么多有你的梦。连梦里你的哭，都让我整夜心痛，恨不能与你紧紧相拥。有什